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小梁，回到小梁的 vlog 啦。我还是一样，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记录我这整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都没有人想懂。想记录我的生活吗？我的周记嘞，这个是。哎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多玛多去找一些物资。因为我们最近看到有很多那种 food bank 啊，然后一些挂白旗的一些租户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星期五诶会在皇后区啊、市古来区啊，跟大学生就在我们家附近帮忙补 food bank 的一些资源呐、啊。不要搞笑嘞！然后我就在网络上看一句话很好，就是拿你所需，捐你所能，就是你要拿你需。哇！好了，你是不是很好？就是你拿你需要了，然后你不要拿多，你要留给后面的人，然后捐你所能。就是你没有钱不要紧，你可以出力，像我这样。人家我做慈善，你拍什么拍？你又不管你是。我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地方有的拿这些资源，是吗？可能有看你的，没有看我的，有看我的没看你的嘞？不可能。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在这边留言嘛。如果你们没有看懂吗？都影片，你们在下面留言啊。我们应该是观众已经连了，连水了。OK， 所以我们是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神楼上。没有去神楼上了吼。打不好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要两 set 啊，总共一 set 是100分，总共是200分，200分我们应该可以放很多地方啊。我们要看那边的物资够不够先，看哪里物资少，我们就放多一点。有些的物资又不一样放的哦，有些物资是他们好像把所有东西拆散来，他讲一人只可以选三样啊，有些人是这样。哦，还有这样啊？啊，他讲你就选三样哎，不要选多这样。不要紧啊，就交给那些附近的人处理就可以了。他们自己处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拍那个物资了嘛。然后我今天我的肚子非常的不舒服，就是我前两天在泻肚子了，然后我今天呢是没有泻肚子的啦，可是我胃胀风，我给你们听一下声音。哎，总之就是胃胀风就对了啦。然后我刚刚去买药来吃了啦，下希望我去送物资的时候，我不会因为我的胃胀风而影响我啦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罗里了啦，然后过我们是要去把那200份物资全部扛上那罗里。等一下我就抓 K 嘛，因为我肚子痛嘛，然后叫 Andy 去搬，然后我帮他整一下。OK 啦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要搬什么东西啦。走啊，走。哇，这些米不简单。你们有没有一个习惯，每次来 shopping 的时候，你们都会这样打那个米？哎，会吗？会吗？经过 shopping 的时候啊，你都会这样。就是。不然就去整 store 的时候哦，他那个衣服整排嘛，就是会这样。很正常的，我觉得很正常的这。这些就是多玛多那时自己来选的啦。我选的就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全部搬上去先。哇，有没有看现在罗里已经满了，罗里给好钱了啊。哎，这里是已经是200份还是100份？还没有完，后面还有啊，还有100多份。我们罗里已经装满了啊，然后这里是那50块的包装，结果已经才放60包，就差不多这样子哦。感动感动，最后一车。OK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送物资了 ，Let's go 了。很好哎，我都不用讲话。看到我的后面吗？哇塞！富子龙村的朋友们，还是过来区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到这里雅盛咖啡店啦。所以我们就去第二个地点了啦。你们看到吗？这全部这样高哦。然后跟他们讲，我们在大陆有摩托要经过，伸手去拿。现在我们来到大学城了啦。对，大学生的朋友，如果你们要拿 food bank 的话呢，你们可以来这里啊，林庆园美食坊。所以我们就要搬物资下来了。这卡楼呢，西北怪人。我们最近呢就去学唱歌嘛，然后那老师给我们讲，在这个月里面尽量不要唱歌，可以不要唱，还在我旁边唱。然后我选的歌就是嘉宾嘛，一直在我旁边开嘉宾。
来见证你的爱情。这里下很大雨，然后我们的萝莉又没有盖哦，所以他们就去找帆布来盖一下这些米呀。OK， 我现在就来到我学院这边了，仁安堂。我们看到它的附近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所以我们要来这边补一下它的货啊，看一下这老板娘愿不愿意让我们把东西放在这边哦。你们看我学院那边，然后同一排，超级在这边。在这边，所以往后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拿的话，你们可以过来拿啦。这老板娘 OK 哦 ，steady 哦，我们给她那个米是 KG， 还会分出来一包一包这样子。这个方法是不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四楼好啦，四楼那边就是19座，四楼的住户可能比较多一点啦，然后也可能那个环境比较窄一点，所以。先看一下那边的情况，这样先看有没有缺少物资啦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59座啦，你们可以看这个59座，往后人应该都知道啊。所以四楼的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有需要，你们可以来这边拿。然后给老板娘就讲，有很多人就是明明好像都是不需要哦，可是一直来拿，然后拿很多啦，所以老板娘会，我们给他一包，还会拆散出来亲自拿。来了啦，我们现在又到博位了啦，博位，哇，完全空到完了嘞，看到吗？因为没有人顾啊，这里所以哦，我们不懂要不要放，可能放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怕晚上有人会来拿，就那种不需要了都会来偷偷拿这样子。收，来唱歌。OK， 应该有。也是咯，好像唱歌嘞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站呢就放在这个 Sutra 的博位啦，就在这个 Tom and Daniel 对面。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没有拍完呢，我们决定拿回去那一间仁安堂，那边有多四楼的住户哦，都会去拿。我第一次吃到阿春请我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庆幸哦，记录起来。阿春，想到了，想到了。给我唱一首歌。可以，不可以唱？我跟你讲了，不可以唱。打一圈可以吗？一圈，你唱小声一点，我叫 Andy 打 ，Andy 打追不通。打回来。感谢你的邀请。OK 啦，忙了五个小时了，过后终于忙完了啦。我都跟你们讲在哪个地方好啦，然后往后区的朋友们，如果真的需要帮助，可以去这些地方哦。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其实就跟懂吗都一样哦，只要给你们知道哦，这里哪里有人拿这些物资。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捐这些物资过去啊，因为他们也蛮缺的，而且我听他们讲很快，就是一下子就拿完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全部，你看那些商家全部都是自己收完好，然后备好好，然后你要来拿，我才给你几分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。如果你们有需要帮助者，你们要帮助人了，你们都可以去实行啊，这样啊，拜拜。你们是不是想加入我们复课教育的 member 呢？现在很简单，我们已经有网课了，你们所有外中13中的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，你们只要有一个 Zoom 就可以来加入我们了。来，现在我给你们看我们怎样上我们的网课啊。OK， 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你们手上的资料啦，我们会把资料寄到你的家，可是我们的老师会用 Zoom 来呈现这个资料，所以你们会看到一清二楚啦。而且呢，我们不像其他学员这样子可以打字，不可以用这种手稿。我们现在可以打字，也可以用手稿，是因为我们有在设备上有进步啊。OK 啦，所以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点加入我们？而且我们还拿了这个消费人品牌大奖。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IG VNDG Education 这边询问啊。